我是刚刚列车长站1809。1809年4月15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8:35。打开就是开往象山。高音的响，刚好刚好是捷运列车1344，在台北站停靠。应该来不及，我上来来不及，我的402来不及。好，如果喜欢片，可以帮我按赞，多多点我们大家就关我们。感谢各位支持，就这样啊，拜拜。